哎，早上出 bug 了，出24级能宝宝了，不过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就是这张图的真实性，我们没法核查。给你们看，24G 呢？就这样的一张图啊，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。我上号看的时候是没看到，就这张图，就是你看它12技能，但是它箭头是向上的，也就是上面还有12技能，24技能。目前最高的技能应该是就19技能吧，哎，18技能。我感觉不可能，你看他那个小敏捷怎么可能在这个位置啊？小敏捷在前排，出现在这里的话，前面还有啥技能？等会儿瘦哥给我发视频了。苦难吧。啊，苦难，对，他们趁啊，兄弟们看看啊，兄弟们来，兄弟们看看这 bug 有多暴力啊！兄弟们，这 bug 太暴力了，6技能，真的假的？我拍本书靠！7技能，再拍如8技能啊，再拍如9技能，我哇！操！哎呀，这你为什么不是一个童子啊？个啊，我这个操！版本不是，他会被回收的，他会被回收的。这 bug 要不解决，那不乱套了。这肯定要回收的，这太刺激了！我靠，这个24技能是这么干出来的。但是他给大家测试出来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召唤兽的上限格子应该是24个格子，24个格子以后，单机版它都打不上了。当时就系统就已经提示这个 bug 了，系统是这么说的：目前召唤兽技能显示异常，打输或者同类操作本应该消失的技能会残留在客户端，工作人员正在紧急修复中啊，玩家暂时不要进行打输啊，这个金柳路防止损失，顶多损失个6技能嘛，对吧？哇，这个太快乐了！我操，6技能打出直接变成7技能！我操！今天早上的事吗？啊，今天早上刚维护山东一期青岛栈桥，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！太牛逼了！